免费的缙云山还多了两处打卡景点，山路十八弯登狮子峰，饱览北碚嘉陵江，顺带增强心肺。还有好远呢、啊。感觉人都要拿过去了。下山驱车打卡腾龙崖，登上25米的观景阁，配文都帮你想好了，愿你踏遍山海，人间值得。下楼后莫乱跑，顺着停车场的支路向里开，就是最新的玻璃廊桥，屏风看云，俯瞰西南大学，体验悬空惊悚感。最后下山来到美岩后的带湖，很适合拍拍拍，就是停车不是很方便。那次缙云山一游，到处都在修建打造，看得出不久后会像国内其他景区擅长的一样，山下停好车，上山停大巴的韭菜模式。趁免费快给我冲。